是早上的7:30，要去坐火车前往今天的目的地 York 约克。对，这是我们第一个那个郊区的行程。好气势哦！天啊，这是我们的。算是电子机票，不是电子车票吗？电子车票，在网络上那个预订他们的车票，然后你越早买越便宜，如果你当天买会非常贵的。然后我们这次买得到那个约克的票呢，来回一个人大概才1000块台币而已，所以是非常便宜，比高铁还要便宜。然后去约克大概2个小时的那个车程，这样那个 QR code 嘛，进来的时候呢就扫那个机器，上面有可以扫一下就进来了。对，所以等于说它是一张车票。非常的方便。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，我们的车子是8点。是啊。对啊。不要，我要拍照。Can you please tell me which platform I should go? I show him the ticket. 就拿这个给他看啊。Which platform? Which platform? 月台 platform. 对。Keyword 出来就好了啦。你要怎么看你是哪一个车厢呢？就是它玻璃上面会有那个这里。美国纽约的始祖地对，就是 York。 觉得他们到了以后太想念 York， 于是就把那个叫到 New York。 对，所以这地方千年历史，从罗马人时期开始。对，所以它是一个古城来着，非常多历史的东西。约克的历史就是英国的历史。 英国历史也是约克的历史。对， the history of York is the history of England。 对，可是有点冷，我觉得比伦敦冷一点。对，我们到达的时间现在是10:15，准备出发。城墙，古城墙，因为以前罗马人在这边建立了他们的那个王朝。对，没有啦，就是千年的城墙。所以我们可以也是必去的，都可以，反正大家一路上面都可以看得到城墙。需要有好天气，对，真的心情都变好了，真的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先去那个 Museum Gardens， 然后这个 St. Mary's Abbey 这边很大的草原啊，然后飘一飘，晃一晃，放空。那什么大学在这儿吗？对，在这里去。然后 Museum 这个想要了解这里的 Museum， 这个 Museum 听说也很棒。我们到第一个景点呢，这个是 Museum Garden， 我们可以野餐。对，在这边可以野餐。我们来野餐 Part 2，橘子。对，这随时都是幅画，哎，太美了。哇，天气好的时候，真的，随时常常在画中，好棒哦。走这个到那个大教堂，约克大教堂 York Minster， 进去10块嘛，然后到顶再加5块。他们的那个指标都做得非常的清楚，哎，我觉得观光做得很好。
约克大教堂是13世纪的时候盖，到距离现在大概700多年的历史。它是属于哥德式建筑，就是听说是英国最大的哥德式建筑。北部是欧洲北部啦，可是英国的话是最大的。它的那个钟楼的部分，朝的方向永远是朝东方，就是耶路撒冷的部分。然后如果说你空拍这个整个教堂的话，它就是一个十字。哦对，台风来了。十字形的那个形状，所以十字架的，对，就是十字架。它的那个最高尖，就是都是以尖塔做收尾的，这就是哥德式的建筑。Okay. 像是那个德国的教堂 ，Cologne 也是属于这种哥德式建筑。从这条路进去就是约克的老街了，然后第一条巷子右转也是属于老街的一部分。逛什么啦？你要说第一条巷子右转是逛街的一个地方。的建筑感觉都非常有故事性，然后很有历史，好像随时就是可以回到中古世纪这样。对，这边是石头路，叫做 Stone Gate。对，那个 Gate 在那个维京语呢，就是路的意思，路或街的意思。所以什么什么 Gate 就是什么什么路、什么什么街这样。然后这个地方曾经被维京人占据了100多年，是哦，100年的殖民，所以有很多维京 whatever 维京。而且是贝蒂的，好像很厉害，1919年就有喽，百年老店啦，对，百年的老店。好像没有，我脸比较大，对，你脸比较大，干，好像还好哎，我的是咸咸的，那种面包不是本来就很干了吗？它通常要沾那个果酱，抹果酱或是沾那个奶油，然后热热的吃，它要烤过。我觉得我的蛮好吃的，我觉得就是要烤过。现在是我觉得很普通，要配茶。对，就是失望了吗？英国的 scone 真的蛮好吃的，我有点失望，我觉得有点普通。Cath Kidston 这是英国的品牌，就是有人说来英国的话也是必买的一个品牌。我搭过战利品。小朋友的东西，没有，这个不是它的指标性包包，它指标性是这种。还有小女生会喜欢的，好可爱哦！你们真哦，真的当我的那个外甥女很有福气，真的。哇，太夸张了！我买那包包给我们，你们觉得很正常？你在那边福气什么？可以，这个品牌可以入手一下，比较便宜，在听说在台湾很贵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时间早点来，不然他就很早就收了，4-5点的时候就收了。对，然后那边有非常非常著名的景点，就是哈利波特其中一个叫肉铺街，肉铺街的叫什么斜巷，它的房子都斜斜的，因为它为了要晒肉干，不要太多的阳光直射，所以它就做斜斜的，所以像那个哈利波特的斜角巷来的灵感就来自于此。商店欸，这家店人气很高，很多人进来，然后它真的很多那个 Harry Potter 里面出现的一些东西周边商品。然后最后有时间我们可以来这个 Creepers Tower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站 Creepers Tower。它到5点就关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超越这时间无法进去。对，大家记得要在5点之前来。就可以继续参观一下这样子。今天是我来英国完全没吃到热食的一天。对，真的。差逼婚，我很沮丧。差逼婚，他在呼唤你。中国城，你在哪？我想吃个炒米粉哦，好想吃哦。谢
现在是晚上6点多，然后我们是7点的火车。我觉得其实来约克完全不需要担心交通工具，你就是用走的就可以把整个城镇，就是比较知名的景点都走完了，所以只要用走的就可以了。9:07，我们回来喽，回来到国王十字车站。对，有点累，又是2个小时回程的时间。国王车站的一个重点就是哈利波特迷一定知道，9:43车站。对，就在国王车站里面有个小小的景点，这样子。就是这 ，Platform 9 and 3/4。Action！ 好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约克大教堂。它呢是14世纪的时候。13世纪，你有没有听？你要重来一次 ，Action！ 好 ，Sorry， 这个 Action， 重来。好，这个约克的这个约克大教堂是13世纪的时候盖，到距离现在大概700多年的历史了。